这题他问你说，现在哪个是检式非分子式？这个要小心，这个很喜欢考。像这个，我们要选金属、网状固体，好像二氧化锡就是网状固体，离子化物，离子化物，比如说金属跟非金属，金加非就是离子化物。所以像这个，这个是，哎，这个、就是离子化物。好，那网状固体或金属，它都是检式。好，所以金属，好，那这个网状固体，网状固体，好，啊，这也是离子化物，这些都是，啊，这是分子化物。好，分子化物的话，那就是分子式。